大哥，不要再往前请了。哦，真的，好香哦。真的假的？兄弟来到，专程来到我们嘉义家族中心做内家会。国老第一次绑的，啊，第一次绑这种。没有没有，我小时候帮爸爸绑过这种。啊，老师请郭总。对，这个郭达明就像粽子一样，里面有料的啊，里面有料的。大家兄弟登山。各自努力，我们呢是好朋友，但是呢我们目前没有谈到这个问题，我们只是这个大家是策略结盟，今天呢大家策略结盟，目的是让中华民国胜选，让国民党胜选，主要是策略结盟，没有谈到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我是觉得说，我觉得我走到基层，我觉得基层那才可以发挥到真正的名气，大型的造势我讲各有利弊，我不用多说，我来到基层，握每一双的手，看每一双的眼睛，看每一个那个老婆婆阿嬷阿伯哦，哇，每一个人哦，你扮演抢救哦，我就知影讲你是移民还是会礼拜，还是会菜，后来成为握手就知道他们应该怎么样，让他们做看旧，看看谁啊，这一块移民，这一块，好不好？